拉夫罗夫周三在接受国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说，普京已经准备好出席这样的会谈。拉夫罗夫说，川普在一次美俄领导人电话交谈中发出了邀请。他指出，川普在公开谈话和他的推特当中几次表示，他愿意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，发展友好关系。拉夫罗夫说，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互访的事宜。我们的做法基于这样的事实，美国总统通过电话交谈，这已经众所周知，没有什么秘密，发出了这样的邀请，他很高兴在白宫见到普京，会很高兴在互访中会面。